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欢迎！哎呀，一下子就有300多人了，是不是？对，几天没直播了，问一下所有家人们，这几天我没有直播，有没有想我的家人？有没有？有的，咱们打一波有。晚上好，欢迎欢迎所有家人们，谢谢谢谢大家。想你干啥？哈哈哈，你不想我，那也有想我的呀，是不是？来，想我的打一波响了，好不好？想想，哎呀，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哇，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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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咱们把直播分享到粉丝群里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没有分享的，咱们可以分享一波直播间，然后把赞再点一下，点点赞，好想你喽，我也想你们哟，我也想你们哟，我已经3天没有给大家直播了，今天是第4天，家人们，我是不是三天还是四天呀？没有直播了，我记得是三天还是四天。吃饭了吗？吃了，香香姐，灯牌都灭了。对对对，确实啊，确实。有5天了吗？哥哥姐姐们，我有多少天没播了？我记得是3天还是4天？谢谢三姐，谢谢三姐的人气票，谢谢谢谢。欢迎所有家人们，很久了，对，确实，我确实有几天没播了。确实有几天没有给大家直播了，这几天呢有一点事情啊，有一些事情，有一点点小事情也比较忙，然后呢也没有给你们直播。晚上好，晚上好，欢迎，谢谢楠姐，欢迎楠姐，欢迎，欢迎所有哥哥姐姐们，欢迎欢迎，谢谢谢谢大家。谢我六月荷花姐姐，感谢我快乐姐姐，谢谢我用户6355姐姐，谢谢，谢谢所有大家，感谢所有家人们，谢谢你们。哇，这个喉咙有点痒，总是想咳。晚上好，晚上好，好久没见我了，对，我有几天没给你们直播了，谢谢，谢谢我三姐，感谢三姐。有事你就忙你的事，忙也好，不忙也好，该直播还是要直播呀，对不对？该直播还是要直播，但是呢，确实这2天确实有点忙，大家想我了是吧，楠姐？对，我刚刚开播，我刚刚开直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开心姐姐，感谢我开心姐姐，感谢我娜米姐，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所有家人们，谢谢。来，咱们把赞赞往上走一走啊，搓搓屏幕，人气再往上走一走。现在是1600多人，看一下今天的直播间能不能达个2000人。晚上好，晚上好，吴阿姨。谢谢我，感谢我楠姐，谢谢，爱你哟，爱你哟，谢谢，谢谢。珍姐，晚上好，欢迎。对，家人们，如果说我们灯牌就是没有的，咱们就可以加一下这里啊，点一下这里，然后没有关注我的也可以关注一下啊。谢我加什么后面那个字我不认识，感谢姐姐，谢谢姐姐，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欢迎，谢谢谢谢所有家人们关注主播，谢谢大家，感谢我潇洒人生姐姐，点点赞啊。因为我问一下直播间家人们，这两天呢，我也没直播，然后呢，我也没有刷抖音，也没有看任何人的直播，然后这两天，这几天没有什么吧？有没有什么呀，哥哥姐姐们？谢谢我香香姐，谢谢。你们有没有看直播呀？这几天有没有什么？谢谢我吴阿姨，感谢吴阿姨。对，家人们没有关注的，咱们都可以互相点个关注啊。对，晚上好，三姐，晚上好，欢迎。
哇，我突然发现有这么多家人，有这么多娘家人都在想我呢。谢谢，感谢五阿姨的关注啊，谢谢，谢谢我陈以春姐姐，感谢姐姐。哎，这个陈以春姐姐，哎，哦，只能在这边看啊。只能在这边看啊，看一下在哪里，看一下在哪里。啊，想我了是吧？你是个没有文化的人，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人，但是也没事呀，对吧？我虽然没有文化，我又不去偷，又不去抢的，对不对，家人们？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了，咱们打一个对，好不好？丫头学车去了吗？那个去报名之后呢，要做那个，用那个打那个学时什么的，然后做那个题，先把那个题做好了之后呢。才能去考试，考试之后才能学车。然后呢，那个，我感觉好难呀，真的，家人们，我不知道我行不行哦。你们觉得我能行吗，哥哥姐姐们？对，刷题，对。但是他一天要看那个视频，对吧？一天看6个小时，知道吧？看一个小时就打卡，一个小时就打卡，就是这样的。我现在我压力好大呀，我压力山大呀。太难了，行行，努力努力，我自己对自己都心里没底哦，加油，一定行的。哎呦，太难了，不知道行不行，哪怕对吧？其实这个我的预算是什么？一年考一年我能考得出来，然后呢，一年我能考得出来，但是我又想吧。哪怕我考了，我能考得出来，我又买不了车，这也是个问题。谢谢我陈宇春姐姐，感谢姐姐，谢谢大家的支持，欢迎所有家人们，欢迎所有进来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欢迎欢迎，慢慢来，别急，这个可不能着急的，买得起车，哎呦，车有点难哟，车买不了，但是先考着嘛，是吧？以后能买的时候再买嘛，这个又那个啥，又不影响。但是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有一些字我不怎么，哪怕我认识吧，就是他的意思什么的，我不怎么懂，知道吧？所以有点难。你干什么都行，你聪明啊，我就不聪明，买个二手的可以，肯定是二手的呀，新车买不了，太贵了。没有那个实力呀，哥哥姐姐们，好喜欢看你直播，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对，然后呢，咱们进来的家人们，没有关注我的，咱们可以点一波关注啊，可以把赞赞点起来，点点关注，点点关注，点点赞赞啊什么的。你的普通话讲的挺好，也没有吧？我们的彝族口音比较重啊，彝族口音比较重。一定要有信心学车，哎，你们给我鼓励，我感觉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我自己吧还是有点紧张的，自己还是挺紧张的，说句实话啊，谢谢大家，没开就觉得好怕，开起来，我跟你们讲一下嘛，我跟你们讲，就是吧，怎么说呢？哪怕我真的把这个驾照拿到手了，我也感觉我自己感觉啊，我自己感觉我也是我自己去开的话，我真的我不敢去开的那个感觉，知道吧？有点怕，确实有点怕，真的。谢谢618，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刷那个题，至少我觉得至少要刷个17天，10多天吧，10多天之后觉得可以了才敢去考，要不然挂了怎么办？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家人们？
所以先不着急，对吧？我们先慢慢来，不能着急，一边上班一边刷题就可以了。黑粉说话无聊，我都没有，今天晚上没有看到黑粉啊，我没有看到，可能是我这几天一直刷题刷题，我眼睛不好使了，我眼睛不好使了，我没看到啊。阿姨47岁考的驾照是吧？哇，太优秀了，你们真的太优秀了。蓝色睡衣，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很多黑粉说话是吧？没事，让他们去说吧。有那么一些人呢，就喜欢带别人的节奏，真的。我也会，我也要会。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考不好吧，有的时候觉得别人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对不对？是吧？我有的时候我就会这么想。对那些没有素质的人，我们不去理啊。来者都是客，来到直播间呢，咱们尊重就好了。至于去理不理他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哥哥姐姐们？一般有素质的人，他是不会去说别人怎么怎么样，对吧？你看我直播，对不对？那大家聊得好呢，就是好好聊；聊不好呢，就对吧？你觉得不好，你觉得不好，你可以不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对不对？谢谢喜欢，谢谢喜欢，谢谢所有家人们。欢迎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欢迎欢迎。对，咱们先把赞赞点起来，凑凑屏幕啊，我们不管黑粉。然后呢就是咱们把该关注的关注一下，该加粉丝团的咱们加一波粉丝团。对对对，凑凑屏幕啊，凑凑屏幕，辛苦啦，谢谢大家分享的直播间，谢谢所有家人们，谢谢。2个月，哇，2个月就拿到手了，这么厉害呀。那还是挺厉害的，2个月我就不想了，我觉得至少吧半年或者一年左右，我觉得我应该能可以的。欢迎丫头开播，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几天没播了，我的家人们都想我了，对不对？相信你，有你们的鼓励。不管我行或者不行，我都会好好努力，好好加油，好好的往前冲，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好好的往前冲。想我了，哎呀真好，幸福在向你招手。哎，希望吧，希望是吧。是在公司里面啊，家人们，是在公司里面给你们播。然后呢，这几天你们都在忙些什么呀，家人们？问一下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这几天你们都在忙些什么？对，有没有出去旅游的呀？有没有在干嘛的呀？哦，说到猕猴桃，我就问一下家人们，你们收到货了没有？直播间家人们，你们都收到货了没有？想你的才进你直播间，对对对，是的，都收到了吗？都吃完了，那么快吗？是不是像我在直播间里面给你们说的一样？吃了一半，很好吃，甜是吧？对，我的纸还没收到是吧？对，因为在直播间里面它是十分熟的，就会没有感觉到酸味啊。就是我吃了一个9分熟的，就是7分甜3分酸，就是我是不管就是怎么样，我觉得是我自己去尝了是什么样的，我就会给你们说什么样，就是这样的。收到了，吃完了，纸也收到了，还可以是吧？都是甜的，挺好，全收到了是吧？哎呦，那你如果说你们收到了，记得给我一个谢谢好评哟，这么的谢谢好评好不好？
对，你这样子，那你们这么说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给你们分享一波。谢谢干妈，欢迎干妈来家，家人们，咱们打一波欢迎干妈，好不好？他要买15单，天哪，那我都吃不完吧？还有吗？还有的，还有的，但是不是猕猴桃？今天的应该不是猕猴桃，我问一下那个小宁，有的话可以给你们晒一点啊，家人们。易老板接到消息了吗？我不知道哎，易总这几天都没有在公司里面，我不知道哎，我也是没有好几天没看到，嫂子他们两个了。对对对，谢谢大家，谢谢。哎呀，真好，小宁总。哎。那个直播间的家人们都问有没有什么水果之类的。有啊。有吗？我这两天我到了那个攀枝花的凯特芒，好便宜。是吗？嗯。那你主编先链接呗，谢谢干妈。行，我给家人们上链接。嗯，主编先链接。有家人们有，因为小女总的话，她是专门负责我的直播间，就是给你们，就是你们想吃什么就给你们找什么的那个。猕猴桃现在没有了，猕猴桃他们要采摘，得等待，再等等。哦，再等等。因为这两天下雨，他们不能到山上去，也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山上漏花。哦哦。嗯。那过两天就有了，家人们。谢我潇洒人生，他们说前几天拍的都吃完了。这么快？对。他们肯定在家里吃熟了吧？对，很多人都吃完了。对，咱们给干妈也点点关注啊，哥哥姐姐们没关注的关注一下。那哇，我先把毛毛给你拿过来，我给你洗一个去。谢谢谢谢干妈，哇，这个是什么呀？哦，这个第一次看到，谢谢谢谢谢谢。芒果，家人们，拍2单都吃完了是吧？换换口味，可以的可以的。以后我直播间专门给你们负责吃的，给你们负责吃的好不好？等一下啊，给你们看一下。找不到吗？啊、哦，你那个也太大了吧！对啊，我就喜欢吃大果啊，那一个这么大，老爽了。哦，大果好，这芒果很甜是吧？哎，我直播间有没有给你们带过芒果哟，家人们？有没有呀？谢谢芳姐，欢迎芳姐。我直播间有没有给大家带过芒果？好像没有。这段时间没有哎。对，你们先等一下，家人们，因为还在准备那个链接什么的，要不然就那个。没有是吧？我记得也没有。我记得也没有。哎，那可以。那第一次那个。第一次给你们带芒果啊，我今天收到就吃了一个芒果，很甜。哎，芒果有谁带了吗？芒果有前两天有人带了吗？前两天阿姨莫给家人分享了一下。哦，阿姨莫带的是吧？你自由吗？这个等一下还要过两天，因为一个一个来，我看一下，先给他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大，好老大了。这么大的。看到没有，家人们？哇，香！但是呢，我的话我不能吃。谢谢三波姐姐，我不能吃芒果，家人们，我是不能吃的。但是味道是香的，我不能吃芒果。让小李给你们吃，尝一口。我喜欢吃。因为我吃了会过敏。对，有之前主播说也说过，就是有一部分、少部分群体吃芒果会过敏，有的会过敏，就不能吃。我就这么说吧，家人们，我自己都会啊，有的会过敏，我自己都会。所以说这一个果子就是一斤多，1斤2两。对对对，所以说你们如果说有过敏的家人们就不要拍，不过敏的可以拍啊。味道特别好。这个商家给我寄的就已经熟了，但是你们在家如果说软趴趴的就已经可以直接吃了。哦。嗯。哇，这个果肉很好喝。哎，它
天哪，特别好，特别好。这个皮那么薄，对，全部都是果肉。四川攀枝花的凯特芒，它是很有名的。对对对。拿给家人们看。哇，怎么办？我忍不住想尝一口。你别吃，你别吃。看到没有，家人们？哇，这个骨肉这么厚，而且它的皮那么薄。今天先给家人们分享这个凯特芒，凯特芒，在这个链接在咱们右下角，咱们可以直接拍那个九斤的。我喜欢九斤的，就是这种大的啊，就刚才刚切的这种大果。九斤的是多少？九斤大概是在八九个，因为它一个就一斤了，这一个就一斤多了。对，很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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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果，29.9块，29.9块。29.9块九斤，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们直接点那个九斤的选项，直接选大果。对，你们觉得值不值？那个大果是一个是600克到800克，就是一斤二两到一斤，都快到2斤了啊。对，到一斤半的重量，很大很大。5斤的是中果是吧？对，不是五斤也有中果，九斤也有中果，看你们如果说一个，如果说咱家里觉得一个比较大，你可以拍中果啊，中果可以加，也是可以两个人分着吃的，但是这种就比较大了。对，家子吃一口没关系，以防万一，有些人吃芒果确实过敏了，身上会起红点点。对，是不能吃的。那我尝一口吧，我就尝一口啊，我不敢多吃，家人们，我不敢多吃。很甜的。咋给你感觉怎么样？我跟你们讲，不是我不喜欢吃，我是喜欢吃，我就是担心的有点多。那怎么办？我再尝一口吧。好甜呀。好吃不过三，好吃不过三，好吃不过三啊。我再吃一口吧。咱们九斤的大果，直接不要犹豫，直接冲九斤的大果就完事了，家人们。一个大果是600克到800克。啊，真的好吃。怎么办？你还行吗？不该再多吃了。不该再多吃了。真不该再多吃了。因为现在的凯特芒上季了，知道吧？凯特芒现在很多，所以其实基本上好多人都在卖，但是我们也要为家乡的这个特产分这个贡献一份力量，把这个果子推荐给家人们。家人们喜欢吃芒果的可以去拍拍，我们相信就是在咱直播间里拍的这个果子是很实惠的。多少钱一斤？我给你家人们，我给你们算一下哈，29.2特大果，29.9块是九斤，30除以3就是3块钱一斤，家人们，三块钱一斤的这个凯特芒，比你们当地超市里买的肯定是划算的。知道吧？那个在我那个水果店里面，我去买的，我那个我去我妹妹家的时候买的那个，不是，他那个比这个小太多了，12块钱。因为商家给咱们发的果子都是很大的，你看到没？这个果子很大，这一个果子就有一斤多，对，知道吧？这很大的一个果子，你在手都拿不下。对，这一半在我这里啊，我吃了3口，我就不敢吃了，家人们。但是你们喜欢吃的哥哥姐姐叔叔们可以去拍。所以说你看这种凯特芒，其实拿到手里你们都就是，如果说四川当地的应该都能认得出来，这就是凯特芒，知道吧？如果说觉得很大的可以拍大果，不用拍特大果，像是600克到800克是特大果。对对对。大果是27.9块是9斤，特大果9斤是29.9块，就差了2块钱，差不多3块钱一斤，家人们。那如果大家喜欢吃，如果你们喜欢大果的话，我建议大家去拍特大果，可能会更好。吃的很爽，水分很足，很甜。而且你们看一下，家人们，它水分很足，然后它的肉这么厚，它的皮就这么薄，看到没有，家人们？它的皮才这么薄。外面是薄薄的一层皮，薄薄的一层皮，很优惠，很优惠。对对对，没有拍的家人们抓紧时间去拍，咱们拍了打个一拍啊，拍了打个一拍，这个芒果。我相信啊，因为你们在我直播间拍的也不止一次两次了，我相信你们到手之后你们不会后悔的。发货，明天发货，明天就给你们发，明天就给你们发。我们卖的这个攀枝花的这个凯特芒都是他们果农产地直接给你们发的，明天就可以去。